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能像这场战争一样如此充满魔力。他的胜负直接决定了一个伟大王朝的诞生。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战争的巨大魅力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战争的本身。因为这场战争的每一个情节几乎都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也因此诞生，2000年来一直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甚至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和血液之中，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思维，甚至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角更是星光璀璨，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两种男人形象。诸多的配角也同样光彩夺目，他们的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屈辱与奋进，忠诚与背叛，英雄与美女，战争与和平，在秦朝末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名闻千古的旷世大戏。这是一支十分壮观的出巡队伍，仪仗队伍仪态万千，其中一人端坐在车辇上，威风凛凛，人见人畏，他就是秦始皇。一群来自江苏丰沛一带的征夫在咸阳城中正遇上秦始皇出行，众人见此场面无不惊叹。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大丈夫生当如此。说话之人正是日后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沛县丰邑人，是个不守本分的农民。刘恒诺是丰县当地刘邦祠堂的守祠人。刘邦称帝后把丰邑改为丰县，同时在此设立祠堂，派专人看守。刘恒诺和这座祠堂同样有名，他是当地最为著名的学者，一直从事早期刘邦的研究工作。他为了更好地研究刘邦，30几年来一直居住在刘氏祠堂内，当时刘邦就出生在这里。汉高祖刘邦，他一生中间好吃好喝好朋好友，所以成天他不愿意这个干农业生产劳动，成天领着朋友到家来吃啊喝，不干农活。据史料记载，当时刘邦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而就是这个看似不务正业的小人物，后来却混上了一个亭长的职位，与沛县县衙里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有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乔迁之喜，县上的官吏都去祝贺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刘邦递上礼单，上写贺钱万，吕公觉得奇怪，亲自出门迎接，其实那只是一张白条。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吕公许配给刘邦的这个女儿，就是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汉高祖皇后吕雉。距离沛县丰邑400-500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了秦始皇的出巡。秦始皇一生出巡5次，每次都堪称声势浩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路过会稽郡时，这位22岁的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他手指着端坐中间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这个人就是项羽。据史书记载，项羽小时候读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梁骂他，项羽说，识字只不过是记录姓名，
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想学一种本领叫万人敌，一个人能打败许多人的本领。项梁便教他兵法。项羽的志向非常远大，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实际上说，司马迁说项羽这个人身高八尺余，力能杠顶，才气过人，说他力量大，个子大。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基本的算法，如果那个时候一尺寸，七寸的话，八尺余七八五尺六寸，一米八才五尺四，将近一米九的高度，这是个帅哥。第二个是力气大，力能杠顶，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也好，他的力气足以把千斤重的大鼎轻而易举地举起来。程方隐是当地宿迁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地西楚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由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对原籍江苏宿迁的项羽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当时项羽对强大的秦国也有一种更为特殊的感情。项羽楚国人，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项羽的爷爷项燕为当年楚国的名将，在与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中兵败自杀。可以说项羽的家族为秦国所灭，因此项家与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早早地埋在了项羽的心里，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队伍回到了长安。随着这次出巡的结束，秦帝国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病逝，一时间秦国上下阴云密布。秦始皇去世后，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秦始皇生前依靠其声威压制掩盖的帝国危机，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公元前209年，即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七月的一天，天气十分恶劣，终日大雨滂沱。一支900人的戍卒队伍冒雨行进在祁县大泽乡泥泞的道路上，他们正要赶往渔阳戍边，但不停的大雨使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戍边误期将被处死。于是其中两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造反，这两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为了使大家接受他们，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三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件事传扬开去。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丛林中，点了篝火，装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传出：“大楚兴，陈胜亡。”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第二天，篝火狐鸣的奇闻异事也迅速传开了，大家暗中都指点着陈胜，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他这个实际上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个行为的合法性，自己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个道义上来给自己的这个参与的同伴以一种这个有效的心理支援，而且他这个作用确实也达到。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其效果就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为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齐、治、赞、苦、浙、谯等地，
在攻克楚国故都之一的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提出了伐吴道诛暴秦的口号，一时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各地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就在各地纷纷举起反秦大旗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却陷入低潮。这里是位于河南永城市芒砀山脚下的陈胜墓。当时由于陈胜、吴广缺少作战经验，指挥失误，内部不和，先后被内奸杀害，起义遭受重大挫折，陈胜最终被葬在这里。而就距陈胜墓碑不到一公里的另外一块石碑上，记录了另外一位农民领袖起义的全过程。这位农民领袖与陈胜、吴广不同，他所带领的起义队伍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个人就是刘邦。刘邦当时就是从沛县以泗水亭亭长的身份押送一批民俘到咸阳为秦始皇修陵墓，就是路过芒砀山时。当时秦王朝征伐各地的行徒到咸阳修筑骊山陵墓，沛县县令就派泗水亭长刘邦押送本县行徒前往服役。行至芒砀山时，发现行徒一路上不断逃跑，刘邦想这样下去等到达咸阳就没几个人了，索性让大家散伙，自己也逃到山泽中。有十几个人愿意跟着他，一伙人就在刘邦带领下藏进了芒砀的山林水坡间打家劫舍。附近一些小青年纷纷前来投奔他，于是很快就成为一股有影响的势力。刘邦嘛，他就说在成为沛公之后，就说率着他的那一些，就是部下去，和就攻打封啊，攻打什么一些地方，但是呢，都是遭到了就是秦军，他的打击吧。他们就说很多地方都攻不下来，而且他的那个将士就损失挺大的，如果这个时候他不依靠那个另外一些势力，他就可能会遭到覆灭的危险。在当时众多起义军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项梁和项羽叔侄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了避免覆灭的危险，大家纷纷投靠项梁和项羽。一直转战在丰沛一带的刘邦，也带着萧何、张良等投奔如日中天的项梁。项羽、刘邦这两位日后楚汉战争的主角，第一次历史性的走到了一起，成为战友，约为兄弟。随着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一位放羊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了进一步推进反秦斗争，谋臣范增劝说项梁立楚国的雄姓王族后裔，以争取民心。项梁认为有道理，便派人从民间找到替人放羊的楚怀王熊怀之孙熊心，立为楚怀王。项梁、项羽领导的楚军接连大败秦军，先后攻克抗父、东阿、城阳、濮阳、永丘、定陶，一连串胜利让项梁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秦大将章邯趁机调集兵力偷袭定陶，项梁猝不及防，兵败被杀。项梁一死，章邯大破赵国，以400,000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巨鹿，这让新即位的楚怀王惊恐不已，他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50,000兵力北上救赵。与此同时，楚怀王派刘邦率军挺进关中，直逼秦朝的腹心之地。楚怀王与诸将约定，
谁先入关中，谁就可以称关中王，这也为日后留下了巨大隐患。由于宋义有意拖延时间，行至安阳逗留46天拒不出战，项羽复仇心切，担心丧失战机，遂杀死宋义。众将士设伏，共推项羽代理上将军。项羽率军渡过漳河后，下令破釜沉舟，烧掉营房，每人只带3日军粮，自绝后路。到达巨鹿后，反把秦朝大将苏角、王离的军队包围起来，断其粮道，9战9胜，大破秦军，杀死苏角，生俘王离。其余秦将有的被击毙，有的被迫自杀。曾经却匈奴700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王离军团，消失在巨鹿城外。实际上这样说，9战，崛起甬道，杀苏角，裸王离，舍剑不投降，自烧杀，也就20多个字交代了巨鹿之战的具体经过。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项羽这个时候是用自己的40000部队而攻击了王离的中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壁上观的那些诸侯们发现楚军，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当十啊，所以很快的就击败了王离的军，所以虏了王离嘛。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做壁上观的诸侯军这个时候一个一个再看项羽，那就是惜心耳前，都不敢仰视。那么因此就这一仗打下来之后，名声大振，大家都知道，原来虽然知道他举义，但是这个时候发现项羽确实是个人才。由于秦军主力开赴赵地，西线空虚，所以刘邦军一路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刘邦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尽早入关，因此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直捣咸阳。这时秦政权内部发生政变，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皇帝，同时派人与刘邦接头，企图分王关中。子婴不甘受赵高的摆布，将其诛杀，同时负隅顽抗，与刘邦大战于蓝田，结果秦军一败涂地。巨鹿之战之后，秦军实际上秦王朝实际上已经是丧失了抵抗能力了。这个由于这个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吸引了秦的主力，让刘邦得以从这个武关偷袭进入了咸阳。公元前206年10月，即位仅46天的秦王子婴素车白马，脖子上系着绶带，奉上皇帝玉玺和兵符，出城投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秦王朝，其15年统治历史成为沉寂。此时有人建议杀死秦王子婴，刘邦没有同意，只是让人将其看管起来。刘邦进入咸阳后，立刻被帝都的繁华所吸引，他打算住在宫中好好享受一番。樊哙劝他说，这些奢华的东西正是秦朝灭亡的祸根，希望你封存财物库府，赶快回到巴上。刘邦不肯听，张良也劝他，刘邦顿时醒悟，这才接纳他们的意见，立刻回到巴上军营中，并召集附近乡绅约法三章。第一，杀人者处死；第二，伤人者根据伤情轻重定罪；第三，抢人东西者看赃物多少定罪。除了这三条，原来秦政府颁布的所有法律全部取消。就在刘邦不遗余力收买民心，为夺取天下做准备的时候，项羽担心投降的秦兵心怀异志，
在行至新安时，趁夜偷袭，将200,000秦兵全部活埋，然后率领各诸侯兵向咸阳进发。重兵屯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的鸿门，刘邦则以微弱的10,000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刘邦100,000人，项羽40,000，如果两军交锋，那无疑是刘邦是必败无疑了。刘邦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再一次表现出他高超的过人的这种交际能力，他去到项伯家里和项伯约为儿女亲家，项伯被感动了，向刘邦提建议，叫刘邦去鸿门宴谢罪，向项羽谢罪，而不是败退或者是交战。这三个选择，作战或者是逃跑或者是登门谢罪，这三个选择中前两个选择是最坏的选择，交锋是必败无疑，你要跑往哪儿跑，实际上最后也是必败无疑。而谢罪看似冒险的一步棋，由于有了这个内线项伯，所以刘邦他自然就非常放心地选择这一步棋。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是走得非常精彩的。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着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一宴——鸿门宴。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在后人创作的众多鸿门宴的作品中，它是最早的，据推测是东汉时期的，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但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他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借机杀掉刘邦。项伯一看情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怒斥项羽背信弃义，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从鸿门宴就是可以看出，就是刘邦的人他确实是非常的机智啊，而且那个勇敢，能表现的就是临危不乱，而且能屈能伸啊。他就说而且呢，但是呢，项羽这个人他就不行了，他就是优柔寡断，就有妇人之仁。他就说看到那个刘邦过来了，而且那个态度非常好，他就不忍心再杀他了。具有妇人之仁，而且就是没有比较长远的眼光，所以就直接他的这种优柔寡断，直接导致了范增计划的失败，让那个刘邦有了可乘之机，有了那个逃走的可乘之机。这里是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闭馆后会对损坏的兵马俑进行修复。据专家介绍，在目前发现的180座陪葬坑中，12座有被大火焚烧和毁坏过的痕迹，而烧毁兵马俑的人很可能就是项羽。当时项羽率军进抵咸阳，挖了秦始皇的坟墓，杀掉子婴及秦王室宗族，将财宝美女抢掠一空，又纵容士兵屠城放火。这场大火烧了3个月之久，秦国几百年创下的江山基业和秦始皇修建的奢华皇宫，在熊熊大火中全部化为灰烬。项羽自恃功高，便要楚怀王让他来主宰天下。楚怀王坚持先入定关中者称王，
项羽十分生气，将他远徙湘南，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他一口气分封18个诸侯王，把已存在的诸侯国进行了重新分封，并将富裕重要的地方封给自己的亲信。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诸侯王的强烈不满。而按照怀王之约，本应该成为关中王的刘邦却不得不把权力交出，在项羽的安排下被封为汉中王，统辖巴蜀汉中一带偏远之地。鸿门宴以后，项羽对刘邦心存忌惮，于是他把刘邦分封到巴蜀和汉中。分封刘邦到巴蜀和汉中做汉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啊，这个交通非常不方便，啊，这个从这个陕南，要到关中，它只有崎岖的山路，啊，这个，刘邦听后大怒，啊，很生气，要发兵攻打这个项羽，和项羽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的部下周勃，就反对，认为时机不成熟，啊，刘邦呢接受了这个周勃的建议。在秦汉时期，这里曾是连接汉中和关中的唯一一条栈道，如今只剩下悬崖峭壁和一些依稀可见的凿坑。之所以曾经的古栈道会荡然无存，就是因为曾被人为毁坏过，毁掉这条栈道的人正是刘邦。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正式动身前往封国。此时张良献上一计，他让刘邦烧掉汉军所经过的所有栈道，一者防备诸侯军越界偷袭，二是表明汉军此去无东归之意，让项羽放心。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刘邦选择了韬光养晦。就在刘邦的事业陷入最低谷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为他送来了一线希望。这个人就是韩信。韩信，淮阴人，出身贫寒，曾受胯下之辱。秦末战争爆发后，他先追随项梁叔侄，但未受到重用。刘邦入蜀时，他投奔汉军，得到萧何赏识。韩信的形象并不像大多英雄那样高大威猛，千百年来民间艺人们对他的形象有着自己的认识。这是陕西当地一直流传着的一部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其实韩信最初也未受到刘邦的重用，他非常失望，于是在某个月夜悄悄逃走了。萧何听说后连夜去追，追回后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说他是天下第一人才，如果刘邦想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就必须依靠韩信。刘邦接受了萧何的建议，举行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韩信走马上任，立即为刘邦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先拿下三秦，再抗衡项羽。公元前206年五月，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之策，趁项羽正忙于镇压各路诸侯的时候，他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迅速平定三秦，让附属的关中地区再次回到自己手中。占领关中地区后，他苦心经营，使其成为稳固的大后方。刘邦在隐忍中等待着时机，此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到来了。被流放的楚怀王被项羽秘密杀害于正渡江南行的大江之中，顿时天下一片哗然。
他这个杀了楚怀王，他立的楚怀王哈，他和他的叔父立的楚怀王，实际上就丧失了这个他的这种合法性了。在道义上他是一败涂地，他的敌手刘邦正是利用这一点号召天下人反对楚国，反对项羽，而很多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跟随了刘邦，站在了项羽的对立面。公元前205年三月，楚汉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刘邦趁项羽平叛齐地的时候，率领56万军队大举东进。仅一个月的时间，刘邦便攻占了彭城。在外平叛的项羽亲率精兵30000回救彭城。战场上，刘邦、项羽再次相遇，但这次相遇不同以往，而是作为一对你死我活的对手相遇。项羽还是那么勇猛，刘邦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项羽仅用30000军队就将刘邦的大军重重包围，刘邦军队迅速溃败，危在旦夕。然而奇迹出现了，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被刮得阵脚大乱，刘邦趁机突出重围，狼狈逃命。彭城这一战，项羽军队30000军队把56万刘邦和诸侯各国的联军一举击败，非常惨，伤亡将近20万。所以这一仗以后，刘邦从此以后，他是包括他的军队，他很难和项羽单独对垒，就感觉项羽是在军事上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但是通过这一战以后，刘邦有一个重要的认识的转变，他就认识到他自己没有能力指挥大军团和项羽做全面对抗。彭城失利后，刘邦便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亲自率兵东征，而是留守荥阳，吸引项羽主力。此后楚汉相持数年，项羽尽管几乎战无不胜，但处于弱势的刘邦却像个不倒翁，项羽总是无法彻底将其消灭。但胜利的天平却逐渐向刘邦一方倾斜，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因为韩信的一个战略计谋。那么当时在这个楚汉战争初期的时候呢，当时韩信就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谋。什么计谋呢？就是作为刘邦，你率军你到中原去跟项羽去作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内线。那么我韩信呢，我从北部然后我去迂回。那么北部呢，就是当时他有好多的还有诸侯国。那么在北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诸侯是赵王那么赵王他是支持的是项羽所以说，然后我从北部去迂回。那么打败赵王之后，那么燕他自动就投降了，又到后来又迂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山东，又把乾隆他们这些也都消灭掉了。消灭掉之后呢，我最后对你项羽就是形成了一个合围。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韩信率领他战无不胜的骑兵接连夺取魏、代、赵、燕诸国，解除了汉军北翼的压力，使项羽越发陷于孤立，支援了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的对抗。刘邦同时联合彭越、英布共同扰乱楚后方，几步棋下来，此消彼长，项羽开始腹背受敌，胜负几乎已成定局。公元前203年八月，兵疲食尽的项羽最终接受了刘邦的和谈建议，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属楚。这里就是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
刘邦本想率兵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劝他，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要亡楚，不趁此机会灭楚，就是所谓的养虎自遗患。刘邦幡然醒悟，二话不说下令发兵。楚汉的这种对立，在历史上也好，在当时这个阶段也好，他最后的解决的话，那不是一个和平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汉要把这个楚吃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这个武力的最后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戏曲中最为经典的一出剧目《霸王别姬》。此剧以京剧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末路英雄项羽与虞姬那令人荡气回肠的垓下战场的诀别场面。当时刘邦指挥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至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的垓下，所部虽尚有十余万人，却已被韩信的30万部队重重包围。夜里寒风怒号，宛如鬼哭狼嚎，风声稍停，悲壮的楚歌从四面八方随风传来。觉得大势已去的项羽在营帐里借酒浇愁，面对着心爱的乌骓马和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声合唱，婉转凄凉，听得项羽和将士们泪流满面。随后，虞姬拔剑自杀。最后，就刘邦把这个，就是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给打败了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刘邦一直。他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所以他绝不与一城一战的这个胜负为一个目标。而这个项羽呢，其实他自一开始灭了秦之后，他就只想安心的做他的西楚霸王。这里是安徽和县境内的一段长江，每天都有数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这里经过，但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却是2000多年前那条乌江亭长的船。当时项羽就败退到这里，江的对面就是项羽当年起兵反秦的根据地江东。只要回到江东吴中这个第二故乡，他便会如猛龙过江，虎归森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公元前202年12月，乌江亭长划着一条小船在江边等候，并劝说项羽赶快上船，但项羽执意不肯上船。回想当年带8000江东子弟过江，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人回来，无脸见江东父老，于是把乌骓马送给亭长，步行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又杀伤汉军多人，最后自刎身死。为了纪念项羽，后世的人们就在江边不远处为项羽修建了祠堂和坟墓。随着这位盖世英雄的辞世，西楚王国几乎全境投降，却唯有项羽的出封地鲁县还在抵抗。刘邦大怒，下令屠城，
大军抵达城下，正要动手，城里忽然传出乐声和读书声。刘邦顿时感动，下令停止进攻，并赞扬鲁献是个礼义之邦，命人把项羽的人头拿给鲁献人看。大家一看，项羽真的死了，这才投降。刘邦随后举行隆重仪式，他亲自主持对英雄项羽的祭礼，哀痛哭泣不能自已。这是刘邦项羽这一对冤家的最后一次相遇，但这一次相遇显得相当悲壮。之后刘邦下令保护项羽的亲属，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并封他们刘姓。历时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中国重归统一。公元前202年2月，已55岁的刘邦登基于今山东定陶境内的泗水之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王朝因刘邦的汉王封号而称汉朝，初都洛阳，后迁长安。刘邦即开国皇帝汉高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代表着皇帝赋予诸侯王的最大权力与荣誉。公元前201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7位异姓诸侯王盟誓。但这个誓言在刘邦登基后仅仅5个月就被打破了。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仰天长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最终抛弃了情谊。当年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